我妈怎么样？这次晕倒的主要原因呢，是病人血压不稳，造成的轻微脑出血。好在抢救及时，但是呢，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，需要留院观察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家属赶紧去办一下入院手续。好，谢谢。 不过呢，他脑袋里的动脉瘤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，建议啊尽快手术，不然这个动脉瘤要是破裂了，那就真的麻烦了。动脉瘤？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医生，阿姨怎么样？秦医生，上次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这个病人的情况需要尽快住院，你怎么拖到现在啊？对不起，本来已经准备住院了的。你也是医生。 这种情况有多危险，你不知道吗？对不起，秦医生，你知道你不说，阿姨这么危险的状况，除了是谁负责呀？素英，你早就知道我妈生病了是吗？是。你也知道我妈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是吗？ 素英姐。 你误会云生哥了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 现在不想跟你讨论是谁的错，我只想我妈赶紧醒过来，好吗？打吊针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不告诉你，我找得到你人吗？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点误会，但是我可以解释的。好啊，那你解释。 秦医生，你说你有分寸感，我信了。你保证过不会再让我找不到你的，我也信了。可是我工作室被人抹黑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我被下属背叛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我胃痛的快要虚脱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，真的。这段时间，每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我找不到你人，你还撒谎骗我。
昏迷多久了？昏迷4-5个小时。主任，病人现在这个状况既危险又特殊，可能需要马上手术。我在这求你了，我希望您能当这个主刀医生，只要您答应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这个手术我答应了。谢谢主任。但是他的病情很特殊嘛，我得研究一下治疗方案。他会行吗？希望。